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这只 Vita Group，这是我双肩论股里面一位 Joint Member 所问的股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技术分析，很显然呢，就已经有大量的这个筹码呢，就集中在这一个部分了，这个部分，大量蛮大量的啊，而且已经是集中了大概是两个月，看到吗？4月到1月多，已经2个月了，集中在这里。而很显然呢，它虽然是集中在这里，可能是收票，我不知道，可能，很大可能的。但是它很多情形都是还是维持在这个60天均线下，200天均线下面，看吧，这个200天没有能力突破。OK，如果我们这样子讲。如果他真的是有人在收票了，有庄家了这个是一个，而且就2个月了这个是很大可能的是很大可能，是有可能有庄家在收票，这样他什么时候会启动呢？就还会把这个股价拉升呢？他最少都要站上去这条，他最少都要站上去这个筹码空间呢，就是大概是0.37到0.375左右。如果有一天它忽然间来了一个这样的这个蜡烛突破这个0.37，又站上去这个200天均线，又有成交量又很大，这个呢肯定就是一个买入信号，所以现在等罢了，等罢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庄家几时开始要攻击这个开车，我们不知道嘛，在等。但是我刚才讲的，突破200天均线，突破这个筹码峰，有大的成交量，0.37，3毛7站上去，这个就是一个买入信号，可以跟庄家的车一下，OK，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